日前，袁姗姗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美照，照片中她穿着玫红色纱裙，整个人白到发光。这条纱裙的设计很独特，肩部采用了透视薄纱，穿着这条纱裙的袁姗姗不仅好身材被彰显出来了，而且气质还显得格外的清纯。纱裙的全身采用的是玫红色轻薄垂顺的面料，内衬是白色的轻薄网纱，显得清纯又甜美可爱。大白纱裙看起来非常高贵优雅，在一片绿色的丛林中更加显得仙气迷人。抹胸的设计凸显出身材的娇美，而纱袖的面料则带来一份婉约感，尤其是长长的飘逸大裙摆，真的是宛如花仙子一般。头发简单的扎成马尾辫，随意垂下的几缕刘海更加显得婉约感十足。腰间的丝绒蝴蝶结以腰带装饰做点缀，华贵感十足。玫红色不仅凸显出她白皙的肤色，更衬出了一份仙气飘飘的既视感。喜欢就订阅呗。